大家好，我是大郎，今天吃一个象拔蚌。先把它给烫一下。哦，好，把它给扒开。这是一个水蚌。这块给它拿下来，这个是它内脏，这个是不可以吃的。哎，再烫一遍吧。哦。好了，妈妈烫死我了！哎呦，我靠，好热！我拿起来，好，谢谢大家。